要啊、哦？嗯，要。血糖降低的哦。要。冬萝卜啊，哈，都没有精神了哈、哦。好，大家好。哇，精神好，声音大，代表身体健康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健康条件啊。讲台语听有无？听有。听有过油头，啊，你讲叫做听有。听有。你到底是听无？听无哦。好，那么最近呢，这个金阳公山顶，常常有冰火出来咧食人。啊，阮管老爷大出过世，这个告示怎么讲呢？那咧经过这个金阳公，上好爱有五十个人结婚新欢，而且呢，爱伫咧子时、午时、未时，啊，就是即摆你现在人咧讲的时间是早时九点到下晡三点，听得懂吗？哦，这三个时辰六个小时中间呢，老虎呢会做什么事？睡觉。会睡午觉。哎，啊，那安尼个行过去比较较安全，你说对不对？对。对哈、哦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哎，今天我们号召的不止50个人，还有我们安泰小学堂小朋友也要一起去烤肉郊游，对不对？对。肚子饿不饿？烤肉，想哈，好想的话，我就帮你准备，好不好？好。但是你们要跟好哦，不能不能脱队哦。好，你大家啊，哇，准备好了都没有声音，你大家，好，啊，你才三个而已，你大家，好，准备好未？好，好哈，咱就出发，行。Yeah.